赶紧先有解锁了，想送给这个姐妹走你身体力十一，全都送给她吧。哎，他第二个可以解锁了。对，我看到了，这个解锁了一个暴击加五，大哥啊，你是我大哥，全都送你了，大哥出啊！靠，一刀捅到他的这个什么穴，捅在肚子上的。他你看捅的位置不是肚子，但是他中的地方是肚子。不是，各位你看这棒子捅到他下面，这捅到是这里，但是他肚子有反应。对呀、啊，肚捅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我聊不下去。好，解锁这个主线的这个坐骑了，兔子精，我又出一个金色的，明白？这直接上阵吗？哇，上阵这个硬龙，大哥上升级啊，给他升，这个果子就给他升级的，噔噔噔，哎，哎，哎，打一个三二八，一二八，这个其实差不多划算的，不会说一二八就划算很多很多，哦，还是划算很多。你看，就是二百五就可以买四万个，他这个三二八才能买四万个，就是一二八可以买他一半的，这不买吗？不划算，好，我差点冲动了，然后先升级吧。哦，没有升级的召唤灵兽呢？这里召唤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刷一个这个神话灵兽啊？问一下，这个刷24一定会出一个，每刷一次它就是要十个这个东西。先把免费刷了呀。哦，免费次数先刷。对啊。这边，金色的之奇，这个就是很好的。这不是猴子吗？谁召唤？青龙是吧？前期选青龙，好，选一个这个。青龙，你是青龙。红色是青龙。好，刷。再刷六次出这个，必出青龙吗？祖尼，蜜蜂肯定不要啊。我们是什么？超低。这是。金色的不行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不要吧？应该不要。我们就是搞个，不要。哎，再刷六次，不是必出青龙吗？哦，不对吧？这其实没有很多的，只有15次了。前期用青龙，等等，青龙能出吗？啊，九尾狐，这是算很好的了。他不是，我看一下刷新概率，他不是必出吗？刷六次红宝底是吧？那你倒是保底啊！这怎么没有看到？怎么没有变啊？二，很难刷的，我们没有钱了。四年，五出红才算一次是吧？哦，玄武，那玄武黑吗？玄武这个要吗？我操，要1000！喂，玄武应该不要对吧？我们先让他继续砍着树，不然小龙今天砍死了。仙盟出来了，双击一个，暴走全服啊！欢迎大家，就叫做硬龙就可以了。上阵的能上阵几个啊？各位，有个上阵的，然后再有一个协同的嘛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协同需要100哦，还需要需要很早。旁边随便买一个哦，抗吸血哦，他吸血就吸不了多少了是吧？加4万，抗闪避，风火轮，那5000买吧。抗暴击，我不可能全可以5000买吧。出一个仙品神仆，加10000，哦，买一个别买多是吧？你也一直买，我就说嘛，这不能全部激活吗？全买多级，哇，又出个仙品鱼鳞，硬龙脱图必备是吧？大佬也玩硬龙，好了 ，OK， 抗击、抗双击、抗连击，反正就是特殊属性就只能选一个，我觉得抗暴击就挺好的。因为别人暴击就是一下子相当于多了一回合，开服经典可以兑换东西是吧？兑换了，好，可以兑换那个叫啥？那个仙桃。好，我们先等等啊！仙术等级基因68超值福利，给那么多桃子，哇，那么多瓶子，对啊，买，哇，那么多瓶子，哇，150个瓶子，我操，还差一点，我操，牛挂，走你，差一点点，就差3小时，哇，出瓶子了，30块钱买90个，68买200个，68买200个要不要买？还给400个桃子，买了，这个128要不要买？这个128要买吧，这直接42个哦，各位，我仙术9级的，太压的，取消，直接一次消耗2的体力，好，一次消耗2个体力，贼爽贼爽，128买一下吧，哎，钱不够了，耶，我就知道，哎，钱不够了，去那个哪儿买，来这儿买个328，刚才我们充钱不花钱的，这花钱了没？来帮我们支付一下，谢谢，小龙，没有钱了怎么办？我明天才发工资，我明年才发工资，哦，明年才发工资是吧？好，小龙今年的这工资不用发了，我手机他给我发，小龙说了，今年的工资不用发了，手机给我发。啊，什么鬼？好，各位，刚才那个128走你啊，点了一下扫码是吧？哦，128买了啊，哦，就是刚才那个，对啊，我以为买完又弹出来一个东西，我操，爽！把装备设置重击后期，装品质设置金色的行了，金色的不行是吧？哦，金色装备都不能行了，都得要红色装备是吧？要求别那么高嘛？这哇，4000多的桃子，我靠，越砍越多了，开不进点。因为这个模拟器玩有点卡，各位尽量，哇，这还有2万，这还能兑换桃子，我靠，前面有兑换，前面这怎么还有礼包啊？这刚刚买过了啊，没买完。对，兑换的，这可以兑换桃子哦，下面也可以兑换，拉满，就拉桃子啊，先拉满桃子再说，到时候你就进群就搞了。有群吗？主播没有群，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是吧？不要998，不要328，也不要10块钱啊！以前我们那个私人微信还卖个10块钱一个。现在不要啊！一个妄图68，稳服冲榜，先看一下，别人打到4-5了，我他妈才第19名。这冲榜排行，冲榜奖励是？等，渡劫渡不了吗？能渡，直接渡啊！走你， yeah. 哇！
林子，我们今天刚开区我们就开始玩了，我们肯定要拿个第一啊，别着急，这钱都充了，第一还拿不到，人家都后期的，别着急，人家那个可能游戏不卡吗？还比较熟练一些，这个我们要买吗？属性是啥？700%，这68就算了。中间是啥？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传说自选精怪，这样子。后面那个是红色的精怪那就。对，红色应该更好，省着钱，省着点钱，没饭吃了，各位。李冲，我们先领取，刚充了690，这怎么又有个98？4000，这个是给什么？哦，自动给先有的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桃子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懂了。这个要玩长划算，玩短不划算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升到45级了，其实升的也挺快的。有人说上不了榜一，今天找老板借钱，我要上个榜一，你信不信？别刺激我，别刺激我。哦，这个才33级，哎，斗法又要挑战一次。等等，反正这游戏我相信它应该没什么托的。这个游戏半小时开一个服，你说每个区都有托，那这个游戏得多累啊！精怪出来了，得到了召唤令，啊，这个就是精怪，刚刚我们没有的。对对对，哇靠，先召唤一个紫的。我操，还有红色的。哦，还可以吸引一下。强烈吸引啊！先看一下啊，哎，垃圾垃圾，深树的等级已经9级了，哇，橙色的。对啊，拿那个沙发出来有啥用啊？哦，红色的，红色的是碎片，碎片，因为红色的话你可以自选。哇，这个一个碎片，一个碎片好菜啊！刚是给30个碎片，先别充，别着急，我们充值是比较谨慎的，别着急，可以了。总结，召唤一个红的，合成鬼将加7000，反击加了一些，这样，这些都合一下，30个就是完整的一只，你看都可以加战力啊，还能升级，鬼将上了，这再来个紫色的吧。大风呢？后面无所谓。好，这可以了，合成精怪一次，升级精怪，给鬼将升一下吧。第一次都卡这个问题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就不要再退出了，退出会有问题的。我操，3000%的奖励，直接给50个桃子。先是这个吧，在这儿是的。哦，他是给这些东西，68就买了吧？我觉得无所谓，能解锁3个啊？68买了呀？没买，没买上吗？买上，买上了，现在买上了。好，礼包这儿先捡20个桃子。那我们可不用68给600个桃子，可不用小桃子，完美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用这个手机玩，它不是这样的比例的，不行。这个18买了吧，第一天冲一下榜，然后这是，哇靠，这个再过2小时，它应该是12点钟重置了，桃子全满就别错过。下面还有一个应该600个桃子，不是，这就两个，1/3吧，2/3吧。买两个吧，因为他买了这600个，明天再买一个这个，他就送一个800个桃子，就很划算。哇，仙品，哇，又一个仙品，1/18，哇，这个战力后面涨好快。大哥，你赶紧斗法再挑战！我操，不看战力看属性没关系，现在没有人能打过我们，就是你现在可以去挑那属性吧。但是先别着急，现在60万的随便揍，现在有80万了。哇，这个炎炎天师他真的是我的对手，他都94万了，他的战力在动的，我们有对手，各位。不卡的话人会更多，卡的难受，但是没关系，到时候视频相对好很多。这个什么道家，哇，把这些以后的这个竞争对手都给锤了。他们都穿孙悟空还紧个咒了。我靠，今天斗罗罢工玩这个事的是，这个游戏没有充值折扣，所以我们这个游戏不常玩，打不过。我操，大哥你这那么狠吗？你连个红的都没有，你打我打那么狠。我操，小蜜蜂这么强吗？我一个翼龙不，哈哈哈，一个翼龙把先翻了。我们第三名了，各位能不能上个第一？我操，118万了，这个家伙有点狠，我改一下这个名字，图图在此。好，图图在此吧，这样的话你们也是图图开头的，挺好听的，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的。哦，修为基金走你，仙术基金下面有，这个98不要，其实仙术走，其实还行，没关系，一个一个都领啊。这个应该是给这个是好东西，吸引精怪，我知道这个肯定好，但是这些东西肯定都不便宜啊。这自选精怪那么贵吗？我靠，那跟我们出了个，要明天来一只，这个要买是吧？好的好的，游戏这游戏有 BT 版的，你要玩吗？到时候看吧，联系我，私信一下我。这儿领取180个精品水，舒服。这是多少级？11级。哦，11级又给，11级有点远啊，我还差好多呢。